我们与生俱来的雷达，走入人群，跟人交谈，跟人接触，跟人相处，跟人建立关系。这是个充满变化的学习过程。我们学着观察、倾听、探测、判断。这个人想要独处，宁愿与人保持距离。这个人可以接近，这个人很热诚等等。同时，我们也学着去表达对人的好感，跟人沟通想法，消除隔阂，拉近距离。人际能力中的亲和力，让我们能够体察别人的状况，并用以创造跟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。对好奇、真心欣赏或是喜欢与人接触的人们而言，亲和力无疑是一把魔力之药，让我们有机会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心门，探索并认识人们多彩多姿的心灵面貌。对 ，OK， 谢谢。亲和指的是一种两个人或更多的人融洽和谐相处的一种状态，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合唱团的二重唱、三重唱，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运动场上跑得非常好的两人三角。具备亲和特质的人，通常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点，让对方感觉到善意，感觉到可以接近，感觉到需求被了解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亲和感为我们带来许多妙用。走进社交的场合，人们开始搜寻谁对我发出微笑，谁露出和善的眼神，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和发出这些亲和讯息的人攀谈起来。而在交谈互动之中，能找到越多的类似的亲和讯息，像是回应彼此的动作，找到相互都有兴趣的话题，共同的体验等等，人们就能忘记紧张或者隔阂。关系紧密的工作团队开会时，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亲和动作，队员们用各种方式彼此回应彼此的问题或讨论内容，即使只是倾听的队员仍不忘送出我听见了的讯息，无声地加入讨论。不能适时用表情、肢体或语言发出类似讯息的队员，自然而然就被排除在互动之外。要能产生亲和的感觉，我们得在沟通的时候找出彼此相似之处，也就是我们之间的交集，去呼应它，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相似的，我们的关系是合作的，我们是同一国的、同一卦的。有人说物以类聚，人都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，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。所以在沟通当中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出双方相似之处，找出对方的需求，然后呼应他。